接下来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刚才还有这首歌是我们觉得蛮感动的歌，然后也是做一件的最后一首歌，是 Coldplay 的 Yellow， 对，然后这歌是很浪漫的一首歌 ，Look how the stars,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， 就是哎，你看看这天空的星星，它为你就是这样的绽放这样子，然后里面还有一首歌的歌词是，我看一下，哦 ，For you。For you， 在哪里了？ Oh， I bleed myself dry for you， 就是 bleed someone dry 的意思是，其实它原本的意思是贬义啦，就是哦榨干某人的血的意思，对。然后这边的意思是，I bleed myself dry for you 的意思是，哦，为了你，我已经倾尽我所有的一切了，浪漫的，对，浪漫的歌，对，然后。这首歌 Yellow， 然后很适合作为这首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姓黄。哦耶！怎么这样？自入。然后这首很浪漫的歌，然后献给你们，然后献给那个11月可能要去看 Coldplay 的人。Yeah.
表演是都市小岛，好，就这样，没有 uncle， 没有，这是表演，没有 uncle 哦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谢谢。下课，再次掌声给黄蓉跟黄杰，耶、yeah ！哇，好多人呢。我们中场休息十分钟的时间呢，大家可以去上个洗手间，或是到吧台继续点想要喝的饮品。那再次谢谢大家来铁花村，那外面也有慢市集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欢迎去外面走走逛逛。那我们休息一下下，马上来邀请下半场的都市小岛。